大家好啊！歡迎各位嚟到我嘅頻道啊！我係阿 Chris 啊，今日咧就約咗人去東涌嗰一邊踩欣澳啦，同埋機場啊，咁夾埋我在內就大概有七個人左右嘅。依家咧我就要去有車啊！依家咧我就要去八號花園嗰度同人集合先啊！喂 ，Hello， 好耐冇見，成日執咗落去先，我喺前面接你。好，踩新車。今日想試一下依、這個，因為我轉咗個功率計啊，問人哋借嘅個功率計。試過咩碌入？咁你依家多唔多出車啊？初三有踩大欄，同啲 friend 自己。初一嗰班又唔敢跟啊。初一嗰班300多400人啊。如果今日踩新車咩咁樣？係啊，我都想見下。其實嗰部嘢，我見好多人講你咯。驚跟唔到你哋，我驚。即係冇刀拎啊！嗰部。7、8、9、10個。本身諗住除條運動褲，但係凍到我都唔太想除。我感受到個熱。等陣可能熱咧。其他我哋都係著短褲啫嘛。係啊。真係剪足曬，一定要 cut 啲。會 cut 嘅，會 cut 嘅。你話依部？唔係依部係舊嘅喎。揸住嗰支嘢今日冇帶出嚟。係啊 ，hello。第一次係。飛鵝山啲鬼啊！唔係啊，唔係。發曬牌，睇唔掂。公平 QM 嚟㗎嘛？睇唔掂啊！上到啊！我哋有睇刷牌嘅。點解係上咗樂仔嗰個，但係上唔到自己嗰部嘅？你上咗啦，上咗就我上咗咯喎。誒？係咯，上到你嗰個喎。係上唔到自己嗰個。對鞋係係舊嘅，車係新嘅。係。去咗廁所先啦，去咗廁所嗰啲。對鞋係新嘅。一粒早上唔翻，哦，幾好啊，幾好啊！好啦，咁依家咧就喺欣澳依一度啊，就踩過去東涌啦。咁其實喺好耐以前咧，我都曾經係入過嚟欣澳依一邊啊。咁入過嚟一次啦，亦都係我人生啊嗰陣第一次入嚟依度咁樣踩單車嘅，都有拍一段片俾大家睇啦。不過咧嗰陣就係我自己一個人踩嘅關係啊，所以踩住東涌道都有少少悶嘅，係啦，有少少啦。我覺得東涌道依一段路係比較長啦，一段大直路啊，同成班人一齊玩咧，就真係兩種唔同嘅感覺嚟嘅，開心好多，好玩好多咯。咁嗰一陣都其實踩到入去機場咧都比較夜啦，咁都好黑啦，同埋個人都有啲攰啊，所以嗰陣咧都冇俾大家睇太多機場嗰一段路嘅畫面啦。咁今日依一段片咧就可以俾大家睇多少少咁樣啦，係啦。咦，咁見到隔離咧有即係前面依一個白色衫藍白間條。嘅依一位車友啱啱就上唔到 lock 啊，有啲搞笑啊！咁我依一個情況其實我都正係試過嘅，就係用 Sumaro 嘅腳踏啦鞋碼，跟住係上唔到 lock 嘅。不過我就特別少少嘅，係因為我個鞋碼嗰一個位置，我加咗一塊墊片啊，即係將對鞋即係托高少少咁樣啦。咁加咗嗰塊嘢咧，就會令到個鞋碼上 lock 嘅時候係厚咗嘅，咁厚咗就會難啲即係懟到落去嘅。所以是要打斜少少，有啲技巧巧妙才可以上到落嘅，係要即係去向裡面施力，再將只腳向外扭少少，撐落去咧先會上到落，係有啲奇怪嘅。咁我依家上落其實都係咁樣嘅，所以有時我上落嘅時候都要摸一摸索一下嗰個角度，跟住先可以踩到入去。係啦，咁依家咧就嚟到都係東涌道啦，咁樣踩緊過去東涌嘅。咁然後可以見到大家係非常之有組織性啊！前面帶頭嘅覺得攰嘅話，就會自己褪埋即係褪去後面咁樣啦，咁都可以見得到啦。咁我其實自己同人一齊踩啊，一齊輪流破風嘅話，我最中意嘅一個破風嘅形式啊，就係咁樣啦，係啦，好有秩序啦，好有效率啦，同埋成個節奏係可以掌握得好好咯。因為咁樣，我覺得先係即係。
踩出嚟個感覺係會比較舒服啲啦。咁自己帶頭嘅嗰一個就係啦，自己唔爆計嘅，又覺得有少少攰啦，咁就褪去後面嗰度休息下，我覺得咁樣幾好啊。咁啊，今次一個團啊，亦都有一位非常之犀利嘅，即係 Strava 上面啊成績非常犀利嘅人物啊，就係跟喺我後面嘅白色車依一個踩住 Feta 嘅依位車友啊。咁佢就係觀平路嘅 KOM 啦 ，KOM 就係 Strava 某一段路排名上面係攞第一名嘅嗰一個啦。咁觀平路亦都係一條非常之難踩嘅路線嚟嘅，咁我都踩過一次啊。嗰段路係真係非常非常斜啊，斜到咧係唔好話要快啊，你一腳上去咧都已經係好犀利噶啦。而我後面嘅依位仁兄就靜靜攞咗依個 KOM 啊，咁啊嚟到依個位置咧就見到係啦，我就係第二個啦。咁前面就好顯眼咯，佢對鞋 DMT 嘅鞋啊。近排我都有去試下啲唔同嘅鞋啊，不過 DMT 就發現唔太啱我咯。個感覺其實係有啲舒服嘅，不過佢太過扎身。聽人講話綁鞋帶會好啲咯，咁我試嘅就係旋鈕啊 ，BOA 嘅嗰一隻鈕咧，所以就係啦扎身啲咯，係啦，咁不過綁鞋帶我又覺得有啲麻煩，我中意有鈕多啲啊，可以一邊踩一邊扭啊嘛嚇，咁依家咧就嚟到依個位置輪到我大頭啦，咁畫面上面都有啲數據啦，亦都有個後畫面可以俾大家睇翻啦，咁個速度咧就 keep 緊呢個速度一直去啊，咁因為當時唔係話太過逆風嘅關係，所以都唔會話好辛苦啊，都出名係好粗車啊，好踩啊，所以喺平路上面 keep 速咧都可以 keep 得比較快啦，跟住又唔使話擔心係啲車冇乜車啊，依家都可以見到啦，咁後面咧就全部人喺後面，我記得咧踩到嚟依個位咧個地下，因為多坑渠蓋一見到咧開始有啲多坑。咁我就打咗一个手势，嗰、那个手势其实我系想、表达翻地下系有啲嘢，点知后面嘅人以为系、一个打手势上前，跟住上咗前，跟住其实我心谂系、其实我可以继续踩落去嘅，不过唔紧要啦，依家就系去翻后面嗰度食下风味先啦。咁带头嘅就开始嚟啦，佢就系观平路嘅 KOM 啊，跟住佢带头之后咧，竟然系佢将个速度，咦有啲人甩咗啊，原来望喺后面，我依家先知咯。跟住佢带头之后咧。整個速度是快了很多，大家看下去就會知道是的，速度其實已經開始有少少泥鳥的感覺了。這一天呢我都裝了一個功率計，不過、功率的顯示就不是那麼準了，不準的關係是因為我沒有拿回手機 APP 來對回，即是考回正的、腳踏。現在用那個功率計的軸心就不是我的，那時候我就是問一位的車友借啦，跟住借完之後就係啦，近期我就自己買咗個新嘅功率計啦。咁嗰陣咧，我就咁裝完，我就冇乜點樣去搞啲咩啊。點知原來其實係用手機去校一校翻，咁先嗰個功率啊先會真係準啊。係啦，咁依家中間咧就有一位車友就褪去後面啦，啊俾阿觀平路 KOM 扯爆啊，真係。係啦，咁觀平路 KOM 依家就喺大頭啦，跟住中間咧仲我嘅前面同觀平路 KOM 中間係仲有兩三位嘅車友，依家睇得唔係咁清楚啊，至少有兩米啦，咁就一直去啦，咁睇下大家可以跟到有幾耐啦。咁嗰陣跟住咧，其實都明顯係真係個 warp 數個火數係升高咗好多，唔使睇啊，就咁踩落去我都已經係感受得到啦。咁望翻後面嘅畫面，見到頭先藍白間條三袖嘅嗰位車友已經係甩咗啦，其實頭先都見到。佢又盡力嘗試跟翻上嚟貼少少咁樣嘅，不過都可惜啊！食唔到個尾咧，就即刻係即如果自己踩係會辛苦好多，難啲跟翻上嚟咯。係啦，咁嚟到依個位置，中間有一位嘅車友，又要褪落去啦，可唔可以成功接軌咧？咁然後就見到我前面嗰一個啦，跟住佢再前面，佢又褪埋一邊啦，係啦，跟住又得翻我同阿 KOM 啊最頭嘅嗰兩個嘅我。望翻後畫面啊，見到嘗試接翻上嚟嘅係都接到啦，接近啦，係啦，咁不過跟唔跟到咧就真係睇下啦。不過有時咧，其實就喺中間依一啲位咧，如果跟住最頭嗰一個。跟到又覺得有啲攰嘅，其實都可以咁樣褪出去，去嘗試啊，去俾只腳鬆一鬆，係啦，褪出去過一剎那可以咯。跟住接翻上嚟，其實都係要繼續咁樣食風味啦。咁依家咧就繼續咁樣係啦，食住阿 KOM 嘅風味啦。咁嗰陣我都喺度諗，哇，踩住依個速度，一陣到我大頭嘅話，會唔會都我都要踩翻依個速度啊？咁咪～都幾大喎，因為
依個火數咧帶頭嘅話，我自己就會覺得非常之吃力嘅。不過如果真係我帶嘅，我都會盡力啦，因為都差唔多去到最尾噶啦。其實去到依個位嗰陣，好耐以前踩過一次東湧，都大概係記得啦，大概記得個位置喺邊一度啦。不過我最記得係踩多前少少，其實有一條隧道位嘅，過埋隧道咧就真係有條單車嘅。咁呢度咧，依個時候就見到 KOM 啊，笑住講後面甩曬啊，真係甩曬，俾你扯到甩曬啊！咁我就喺後面嗰度騰咗上嚟依個位置啦。咁我就非常之擔心啊，踩嗰陣會唔會太慢咧？會唔會慢親你咧？不過都盡力嘗試去踩啦。不過咁啱嚟到依個位置咧，前多少少咧係有啲未上車嘅，所以我踩嘅時候係降翻低少少咯，因為有啲辛苦我覺得。不過就算係平路都好，其實都已經係有啲辛苦要我帶住依個速度，而後面嘅佢咧就感覺係跟得非常之輕鬆啊，好有餘力啊，係啦，咁我盡力帶啦，帶到幾多得幾多啦。不過其實我都唔係帶到幾多，去到前少少咧就頂唔順，交翻個位置俾佢嘅。咁啊，如果係自己踩嘅話，就真係會悶啲，同埋踩唔到依個速度啦。咁如果同一班人踩嘅話，好似今日人咁樣咧，就真係開心好多啦，可以咁樣。咁其實拍片嘅話咧，我係中意自己一個人拍多啲嘅，即係可能去一個新嘅地方啊，俾大家睇下嘅話。我都講咗聲無力啊。跟住如果係去完啦，咁有時知道依一段路可以同一班人一起玩一下嘅話咧，都會想咁樣拍俾大家睇。咁後面嘅人已經可以見到完全係冇曬啦，空無一物，冇曬人啦。咁過埋前面嗰一條嘅隧道，就會入到去東湧啦。不愧係飛鵝山之鬼啊！好快啊！500多，唔係300，我500多喎，可能條梯冇氣啊，因為我望住嘅標都 keep 住300咯，冧喎，癲喎，開頭又慢踩嘅，攰死，我個身都未熱起就已經甩咗啦，縮曬啦，好彩我除咗條長褲啫，好緊啊，我一腳上到啊，好辛苦，死啦，整整下依個長，係依個長，你埋後半段都一定要。我即係頭半段係抽住咁樣上嘅，即係好斜嘅位置都要抽。想當年，好係啦，嗱而家上唔曬噶嘛，用手抽水。做乜撚嘢啊？sorry， 我哋不如試下左腳，我都聽到正喎，聽到。你上左邊，你做咩啫你？佢有個手掣喺下面撳咯。平唔好喐，人手驅動。係喎，真係要用手喎。唔係喎，呢只咧鬆冇喎。好啦，咁樣就嚟到東湧啦，依家就踩過去機場嗰一邊啦。咁上一次咧踩入去機場拍出嚟嘅畫面其實係比較朦啲同埋黑啲嘅，因為部機咧佢拍片拍咗成日啦，就開始有少少唔正常啦，佢都頂唔順啊部機。好啦，由朝拍到去夜晚啦，咁依家咧咁快就入到嚟依個位置咧，可以見到成個畫面，哇，影出嚟係靚好多啊，係有啲影響嘅。其實部機如果拍得越耐嘅話咧，拍出嚟嘅畫面。就始終佢都係好似人咁樣啊，係需要休息啊部機。咁嗰陣就連續拍得太耐啦，依家咁樣拍出嚟就真係穩定好多同靚好多啦，成個畫面又光好多啊，可以俾大家好清楚咁樣睇到啦。咁依家踩緊機場嘅依一段路咧，都係同頭先踩東湧都係一樣啦，一條龍咁樣去嘅，攰就自己褪落去。不過車速咧就明顯係慢翻少少啦，大家都休息一下，速度就35左右啦。係啦，啱啱講咗先，後面有巴士啊，咁依一度都可能會有車入。雖然就少啲啦，咁都要自己睇住啊。咁機場依一個位咧，隔離嗰一度嘅草地都有唔少人係會專登入嚟依一度打卡嘅，係啦。咁我仲好記得，大家見唔見到隔離嗰度有少少斜斜地嗰一度咧？我上一次係有停低喺最前面嗰度咁樣放低部機拍俾大家睇嘅，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啦。大家有興趣嘅話，其實可以睇翻我當年欣澳東湧嘅嗰個篇章喎，係啦，睇翻嗰段片啦。不過咧，如果講話踩單車嘅人入嚟機場打卡最多嘅地方係差唔多最入嘅某一個位咧，佢有少少有盞燈啊，係咪一盞燈咧？佢有個類似小型碼頭，但係你唔可以行出去嘅。我唔知嗰嚿嘢叫咩啦嚇。
咁啊，就喺嗰個位將部車拍上去，然後打卡嘅，係啦，前少少嘅位置。咁我哋依家咧就踩去最入面咯，啊，直接踩去最入面啦。咁嚟到依個位置係勁大嘅側風啊，本身係踩緊四啊幾嘅，嚟到依個位置都踩唔到咁快，即係跌翻落去三啊幾啊，非常辛苦。我記得嗰陣咧踩緊依個速度咧，已經係要非常用力先可以踩到依個速度出嚟咯。係啦，咁機場入面我都未入過去睇嘅，所以今日都有少少期待，睇下裡面係點樣咯。係咯，好奇啊，探索一下，睇下裡面係點。上一次嚟到依一度咧，已經係好攰啦，個人已經即係完全係唔想再踩入去。講咗聲好大風啊！咁啊，上次真係攰到完全係冇入去嘅意欲啊！咁我就調翻轉頭啦，今次就係咯，啊，今次就輕鬆好多啦。好啦，嚟到機場裏面係就係咁樣嘅，咁就普通盡頭。哇！爽啊！咩碼嚟嘅？48咯。聲稱話啱佢 fitting 咯，可唔可以試一下？我問下，但係你啱曬先，試一下睇得唔得咯？試下順唔順到咯？嗱，睇下佢順唔順到啲。有啲高有啲。順咗咯。先啊！哇，好清脆啊！哇！好有靈性啊！依部車，我仲殘忍過你喎，大佬。我覺得啱啊，我覺得。O K， 好 O K 啊，我仲殘忍過你喎。你呢個位置有機會試唔到喎，即係唔可以垂直曬，可能有少少打斜。咁嘅嘢，換鞋都係換方法上咯。唔緊要啦，人品問題我都話。翻嚟聽方面嘅師傅咯。咪咯，就唔係打篇 email 俾 Shman 我咯，話你啲閒話搞唔掂。你邊架上到？係咪啊？佢呢度部部都上到啊！自己係啊，真係。但係調翻轉，我哋啲鞋買上啲部都部。哦，你係收咗嚇？點解？好實喎。識曬啲凍嘅風入個頭。不過你勁啊 ，B， 應該都可以戴有口罩行車。唔係，我有時都要拉拉落嚟。唔錯，真係唔錯。啊，大件。我覺得你好有信心嘅，我望得開咗前面個鏡頭，係影架車咯 ，OK 嘛？合格啊！咁樣咯，咁樣咯，咁樣係點啊？有人咯，因為呢對我都有諗過買，正正諗住就一模一樣。本身有諗，本身諗住鞋帶嘅，係咩？鞋帶買，但我覺得鞋帶有啲麻煩啊，你覺唔覺？其實係咯，要綁係咪？哦，佢依家出咗 V4 喎 ，V4 啊，係。嗯，紫色嗰部，哦，我即係講呢部。跟住有一次操車，爆架，係咩？啊，佢爆咗呢個位。話嗰條有啲難出街喎，其實都，因為有啲位係唔俾踩啊嘛。係啊，嗰啲，你有冇踩啊？冇，我冇。唔係而家比賽連11、28都冇啦。我想聽下飛機，想下咯。呢個 set 位都好難買，其實我喺日本 B 場見到，即刻撳佢啦，係咯。係。四巴。好，咁嚟到依個位置就由東涌嗰度踩緊翻去欣澳啦，係啦，咁就翻到欣澳就離開啦，散 band 啦，咁就見到啦，都係咁樣踩翻去啦。咁一開始嘅車速都唔會話好快嘅，不過去到後面咁，我諗大家都知㗎啦。多數踩單車啊，例如話踩青宮、麗山嗰啲，踩五個圈嘅。去到最尾個圈咧，就會非常快噶啦，係。雖然我好少踩青宮啦，不過我知道最尾有啲人可能會
可能會爆下車咁樣啦。咁嚟到依個位置咧，就可以見到啊，係 KOM 大頭啦。咁佢就真係擺足曬全程啊，完全冇交位啊。可能唔覺得哇踩得唔夠皮啊，想踩落去啦。佢仲要係同我哋踩東涌之前咧，仲走咗去邊度踩呢？好似踩咗去東涌嘅其他地方嘅，踩上山嘅，好似係啊。嗰度係邊度呢？我都唔太記得，係咪八公坳嗰邊呢？我都唔知啊。總之就佢同我哋一齊踩之前已經係哇，已經係係啦，踩完泥噶啦，嚟到依家咁樣繼續踩，仲要繼續大頭咁樣踩落去，非常係啦犀利啊！咁我就係由大，咁我就係由大埔嗰度坐車咁樣過嚟嘅，所以入嚟都方便好多，都好多謝車友載埋我入嚟啊！系啦，咁可以見到啦，嚟到依一度咧，個速度慢慢升翻上去啦。咁一開始就慢少少嘅，咁就越嚟越快啦。咁但係個速度都比較舒服啊。咁嚟到依度咧，開始有人哇咁樣啊，即刻有少少覺得啊，覺得有啲用完積氣嘅感覺啊。大車打得咁辛苦，一下咁樣衝出去，追唔追到翻上去咧？係追到嘅，咁啊都唔會話拉得好遠啦。咁我就跟貼住 KOM 嘅後面啦。咁 KOM 就嘗試再攞翻佢嘅頭位啊。咁我就喺佢嘅後面咁樣去啦。咁嚟到依個位置已經喺迪士尼嘅附近啦，嗰一個嘅T 字路口啊，係啦。咁啊，差唔多翻到去欣澳啦。咁有車啊，大家都收一收慢啦，玩還玩啊，都要睇車啊，注意道路安全啦。你嗰陣時係第一次踩定咩㗎？第二次嘅 KOM。哦，第二次，但係都好犀利。第一次攞65都上。哇！但係上唔上到啊？上到。都上到，犀利。啊！下次踩過 Chris。好，下次再見。下次見。下次見。再約，再見，再見。唔緊要，再約，踩邊都冇所謂嘅。好啊，拜拜。再見啦。